在地上水带乡亲来去看按医师出身的花旦乡长顾胜敏，甲社会长辈做伙来耍桌游动头壳，嘛互囝儿哦会当真放心，甲时代送到社会关怀据点，互长辈会当在地安养，在地暖化。花旦乡公所连续三个礼拜在图书馆举办的益智桌游，无唔对，拍八笑春四日牌，就是乡公所举办益智桌游比赛，比赛效果本身就是专科医师的乡长讲，学长培训家己实施的游戏，比起学生的较有效果，亲像八笑四日牌或者是象棋八笑，即款趣味的游戏，拢是长辈实施的娱乐。依咱传统吼，农村较早的人讲，来即拢休困的时阵，希望就是趣味一下吼，来拔一下讲麻将啦，啊是拔一下数学牌啊啦，啊是来一下棋力主攻啦吼，这拢是咱较啦农业社会吼，大家拢吼农闲的时阵的一个趣味。啊，所以讲真侪这个时代，这个耍这个游戏的时阵，咱免过来甲教，啊，因个更中吼，伫咧种竞赛中会当激荡因的脑力。啊，所以咱就想讲，安尼会使勾起着因较早的一个回忆，或维持着因的脑力的一个激荡，或伊减缓着因的一个失智。拍麻将真是失败，难免会让人认为是咧博缴。不过这阵社区长辈煞无安尼认为，大家拢是算趣味的，用价钱来算分数，赢到的是奖品加荣誉。啊，你感觉讲这是你趣味，还是你博缴？啊，这心塞心塞，趣味趣味就好啦。较好耍无啊？未歹耍，未歹耍，未歹耍，未歹耍。啊，本来就会晓啊，是。嘿，你话未啊？最近做囡仔歹看过啦，啊，做囡仔就歹伊啊啦。你感觉讲安尼今日来是会讲我红是咧跋筊无？袂啦，动动脑。哎呀，袂止啦，这敢是真啦。好啦，也千二块尔。趣味啦，算。大家即摆袂使，会晓甲袂晓，咱老爸啊，啊主要是安尼吼，会晓甲袂晓安尼咧，伊吼感觉较趣味啦，较会出错啦，搁较紧啦。乡长讲，要好囝儿时势安心拼事业，就是爱替因家是大人照顾好，所以乡公所甲每一个社区拢真努力咧安排活动，互长辈愿意行出来，愿意到社区来做伙学习，做伙娱乐。咱个社会福利爱来甲做好。时代可以，我都安心住伫咱的花旦，啊，时势会当放心出去外口拍拼，让咱的时代会当伫个讲厝的来做一个终老，卖讲咱若时代惊无人顾，就甲送去养老院。咱感觉咱若老了，咱拢会一个遗憾，咱拢会感觉讲安尼吼，拼一世人是为着要拼啥？为的就是时势有成就，啊老啊会当含咱这孙做伙，啊咱的囝大做伙，卖讲拢去养老院。予咱的厝的，就是一个养老院；予咱的社区，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养老院。目前花旦乡的十八村，各有三个村因为找无场地，所以阁无社区关怀据点。公所的目标就是要达到每一个庄头拢有关怀据点，甚至是长照的四据点。所以有的村，伊的资源会真多；啊，有的村，伊的资源拢落袂落去。所以咱伫咧咱花旦吼十八村，拢希望讲。上界基本的一寡吼，社福拢一定爱来甲做好到，像讲关怀据点，也是一个四据点吼，每一村拢有一个据点，啊，每一村的老人拢有一个所在会当去，大家会当伫遐做伙学习，做伙共餐，和每一村伊拢会当有这个社会福利，和这个村的时段。大家都会当快乐做伙。乡长强调，人口老化是愈来愈严重，敢若是花旦46,000人口，就将近7,900人是65岁以上。要怎照顾长辈是地方首长的重要课题，社会福利做好，地方才有发展。中华新闻张世良花旦采访报道。